是傲娇与偏见，就是宣传，对。大家上映的时候会去看吗？《傲娇与偏见》。跟你走去哪里？别懂，我不想走。但是，为什么今天的手机特别的沉重？机场看。喵喵。晚上七大姑八大姨。讲真。真的，讲真，你们会去看吗？那《傲娇与偏见》。你为什么在讲悄悄话？这边在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去用？还好，我的手快。让人联想大一点。路演要来，来哪儿啊？感觉参加这次活动感觉，哎，我来人肉挡住啊！还有南宁、杭州、福州、武汉，嗯，你要去哪儿？什么意思？说好多地方要去，你要去哪儿？什么去哪儿？现在吗？不是，他们路演的时候。我不知道啊，你们怎么知道去哪里啊？他们在说来我们这儿。哎，等会有人看过《傲娇与偏见》了啊？来，那个同学在哪里？啊，看过的同学可以帮我们宣传一下哈。好看吗？你们觉得？看过的朋友们觉得好看吗？嘿，下面那边的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你要唱一曲。好看好看，哇，你们都看过。你说人好看还是电影好看？看到老毕啥？看你们都好看啊，都好看，都好看。这样胖迪好看，热巴好看，就我不好看呗。哎，我知道这个。